铝罐回收人人都识，抌入回收箱咪得咯。但系香港嘅铝罐 upcycle 品牌就唔算多 ，Alchemist Creations 就系其中一个。创办人 Kathleen 搵嚟日本嘅放题餐厅，提供回收饮品铝罐做成 campaign。回收嘅铝罐清洁好，再用回收皮革托底就更加挺身啦。每片压完字的铝片都不会浪费，剩下的部分可以压出细图案做耳环或者首饰。记得留意埋用铝罐升级再做的 CanWatch 手表，荣获2013年德国红点设计大奖。银色罐底变成手表表面，外形简约。手表部分的工序由庇护工厂生产，为弱势人士提供训练和就业的机会。